这是华为首款与合肥中科院联合开发的产品，华为体脂秤3 Pro。外观上，华为体脂秤3 Pro 和上代不同，正面使用了清新的渐变色面板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韵味。它小巧的身形除了方便挪动，还可以和任何家装买搭。手机只需打开运动健康 APP 就可以连接配对，还可以进行 WiFi 配网，之后就可以远程查看数据啦。体脂秤和体重秤不同，它可以测出身体的脂肪率和 BMI 指数，戴上去稍等一会儿，数据就会在手机上显示，而且它还会计算身体年龄，从而量身定制健身建议。比如给我的推荐就是加强力量训练。另外，它还支持访客模式，可以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加入进来，这样可以查看亲人的身体状况，还可以全家一起运动，增强体质。总的来说，华为体脂秤3 Pro 是一款非常适合上班族的产品。后台数据还有中科院的背书，如果你正准备健身，可以买一台放在家里。